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梅森来到的是位于台中南区的金松手作面。这家面店可以说是梅森的台中小名单哦。老板也是道地的台南人，从小就跟着家人卖面，长大后就把家传的滋味带来台中。不仅仅是台南口味而已哦，就连面条也是自家做的， Q 弹滑顺，也绝对没有添加漂白剂。还有水饺跟馄饨也都是手工制作哦，猪肉和蔬菜的甜味都包裹在里头，一点都没有流失。再来就是他们的红烧汤头系列，都是从台南直送的哦。汤头清爽，味道却很厚实浓郁，加上长时间熬煮的嫩骨牛肉，入口即化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他们家好吃的真的太多太多了，更详细的介绍就关注我的 IG 吧。台中的朋友一定要去试试看这家金松手作面。